当中的兽心他们20岁，在野外呢，我们这个企鹅呢只能活到10岁，对吧？20岁的企鹅相当于我们人类要90岁的那个寿星，所以呢，大家呢可以留下我们这个漂亮的老爷爷的身影，这样呢会给你们的给你们也会带来福报。应该的。